赵丽颖如今也是最红的明星之一，大家也都知道，这位当红花旦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，靠着自己的多年打拼，终于有了今天的辉煌成绩。其中的酸甜苦辣，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得到。经过十几年如一日的打拼，赵丽颖身家早已接近4亿大关。如今的赵丽颖不仅是古装剧扮演的很溜，现代剧也不赖，堪称收视率王。只要电视剧有她就必火，并且和她搭档的男星也是越来越多。她和林更新一起出演的《楚乔传》收视率也是非常之高。只可惜林更新好像不是她的菜，她和陈伟霆一起演的《老九门》收视率那是一绝，真的是郎才女貌。虽然他们俩有银杏夫妇的称号，但是却依旧没有真正走到一起哦。这么多男神陪她一起拍电影做搭档，可是如今的赵丽颖依旧是单身狗一枚。很多记者采访问到她最想嫁的人是哪位帅哥，不料赵丽颖的回答惊呆了整个娱乐圈。她说最想嫁给自己的父亲，粉丝们不得不佩服她的智慧，如此巧妙地避开了这么尴尬的问题，不愧是女神。大家觉得赵丽颖和谁最合适？